匹配了这么多盘，可算是匹配到假日模式了。小东，我去，走，跟我去抢游艇。好，我们直接侧飞落地，我们肯定是最快到达游艇的。不信你看，可以看到游艇上没有人。我就说嘛，我们肯定是最快的。这快弄得巧合的。你说什么？今晚是不是不想吃鸡腿了？不要不要，那得对你还有。这还差不多。等一下，这里怎么没有武器呀？还没有刷新出来吗？不好，有敌人来了！完了完了，我们总不能赤手空拳去和别人拼吧？那对对，星星岛有敌人。不好，星星岛的人肯定有武器，还敢打我？好啊，等一下他肯定会来游艇。知道了，我们两个就蹲在这儿，等他一上来就一起上去揍他。好，那对对，真聪明，全宇宙最棒棒的。哦，那还用说，今晚上给你加鸡腿啊。我听见有人。啥？肯定从前面上去的，上去盘他。他没有武器。那就更加不用怕他了，不用慌，我和你一起上。我来了，我吹，再来，我吹。他开始采血了，不好，他想跑。安娜敢赌一包辣条，他肯定会跳下去。三二一，你看，打不过就跑，行吧，他肯定会回来报仇的，走着瞧。就知道跑，就是他了。看样子他应该是去星星岛捡物资，然后肯定回来报仇。我才不怕你呢，就算你有枪，我和小东用拳头一样能把你变成盒子。哼，怎么还不来？哦，哎，有人来了，小东准备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呀。哎，人呢？啊，这他居然自己摔倒了。这衣服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被我打残跑去星星岛的人。真想不到呀，你居然自己摔倒了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呢。行了行了，谢谢你送来的快递哦，安娜先收下了。哎，这是不好，肯定是他队友。小东快跑！还好把那个瓜皮敌人淘汰了。你来晚了，知道吗？等了这么久，这船都不刷新物资。行了行了，安娜不陪你们玩了，先溜了。Double kill, multi kill, ultra kill, unbelievable！ 不慌，这就把你收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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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。哒哒哒哒，好吧，尽力喽。其实第二名也挺好的。